Monster rasa bosnya beda dari yang lain, coy. Oh, dia final boss dia. Di chapter 1. Masih stuck deh, belum apa-apain.
这幕后指使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。 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附近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 Jadi burung.